多谢啊，谢谢。咱那边，咱的摇车由着咱乌德社区发展协会，由着咱理事长嘞，陈建夫理事长，甲伊的牵手嘞，诶，咱后援的副会长，咱的李美惠副会长嘞，所以咱这啊乐龄班吼，这呢拢阿妈级别吼，安尼虽然讲看起六七十岁，不过呢，无像六七十岁，安尼活泼动听吼，这乐龄班这长辈时段嘞，今日专程吼。安尼包一台摇篮车，专程专工吼，来甲咱细林兄来义务热情的助选吼。所以，电视讲咱细林兄平常是做人处事的，特别咱这台娱乐跟小天跟斗三工吼。所以今日一群见大群的，这虽然拢阿妈级的阿公级的吼，不过看起拢未出个笑路吼。所以呢，今日来热情的小天，向亲属发表。咱今日破声高唱，欢迎咱乌德社区咱协会，咱的乐龄班这长辈时代人，今日来热情的演出哦，来，请了。这个小姑电台乐龄团的这千岁团吼，这拢平常较少年较幼气吼，吼、哦、阿妈你几岁啊？阿姨，阿妈我八一八年啦，哦八十一咯，
哦，八十一岁啊，你要看，像十八岁，你要看。所以吼、哦，安尼这条较得活动吼，安尼年轻貌美哦，阿妈，你是阿祖啊吼？哦，你要看，干那孙公出世啊啦，阿孙运动啊。来，第二首歌听落来。